埋水晶球里面嘅灰姑娘咧，就再唔系梦。今次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间咧又有趣又多元化嘅建筑物嘅，咁佢韩文名咧就叫做 Acuba， 咁佢咧就系咧乐天旗下嘅一个新嘅购物广场啦。而呢个建筑物咧，咁佢就主要嘅对象咧就系以30岁嘅年轻人为主嘅。佢咧就系我咧无意中咧喺下行新沙洞嘅时候发现啦。咁想知道呢一个建筑物咧有咩咁吸引咧，咁就等我同大家一起去行下啦。我今日咧就系带大家咧嚟到新沙洞咧，有一栋咧呢栋咧系乐天嘅，有卖好多唔同嘅嘢嘅商场啦，叫做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咧就落到底层咧，就系一个玩 game 嘅地方啦。朱俊，非常欢喜哦。喂，我暗噶咯，好紧张啊！冇时间啦，暗咯，暗啦！啊，斜麦，斜麦，哇！咁我出问啦。呢个咧，大家记唔记得啊？系嗰个蓝色大海嘅传说嗰只嘢啊，嗰只章鱼啊。系5楼，我哋去屋山公安。大家，真真，呢度就系屋山公安。哇，靓喎！原来啲人唔影装逼，点解呢度影嘅？我是被什麼吸引了過來的呢？真的韓國冬天是超級有 Christmas 的氣氛的，大家是不是都是很想做一個水晶球裡面的其中一份子呢？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做，快快快，他沒氣了，他開始，大家看到很多人，因為實在太神奇了，成为水晶球里面的灰姑娘咧，就再唔系梦。我而家咧就系水晶球女的奇女，你睇人哋几兴奋，男仔都咁兴奋啦。我系好难埋没我嘅心情。OK 啦，都惊唔到咯。
我一陣會唔會都係咁噶？一陣你幫我拍話咩 ？OK 啦 ，OK 啦，死唔出嚟。除了新沙洞之外，在雲大和理大都有这一座建筑物的，而雲大和理大那间的一楼它都是有 Live Store， 大家就记得去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可以 Mark List 啦。